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这期视频呢，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我买的几盒这个 Morphe 的这个新出的化妆盘，顺便跟大家聊一下最近 Netflix 里面超火的一个纪录片，大家应该都看了哈，就是 Tinder Swindler 啊，这个特别有意思。那我们话不多说，就开始了。今天用到的是这个 NARS 的超方瓶的粉底液，可能有些朋友还没有来得及看这个纪录片，我大致的先把这个片子的意思跟大家解释一下。它讲的就是一些女性哈，在这个 Tinder 这个社交交友网站，等于一种这种相亲的这种 app 啊，认识的一位男性。这个男的呢，在这个平台上展现出来的就是他比较平时比较奢华的这种生活，然后这些女生呢就被他所吸引。完了之后，这个男生呢取得了这些女生的这种爱慕和信任之后啊，又反向的从女生手里骗钱的这么一个故事。其实咱们中国人很好理解啊，就是杀猪。在看之前，我根本没有就是看到任何网站上相关的这种报道呀，或者大家的这种评论。但是我把这个 Netflix 刚关掉之后呢，我就打开小红书之后，小红书就满屏的，真的是不知道是真的是大数据啊，满屏的都是关于这个 Tinder Swindler。 然后呢，我就看到有些女孩就问哈，为什么这个人就是一个大骗子了哈，就是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大骗子，怎么他还能找到女朋友哈。其实呢，你是把他当成一个这种剧中里面的这个人物去想了。但是呢，他这个虽然是他是骗子，他有自己的生活。就比如说你看他找的这些女朋友，就是他真正去拿这种骗来的钱就消费的这些地方，都是实实在在的他的生活。而且他真正的是把这个钱花在他真心想去啊，就是需要的这个女友的身上。你看他找的这些女友都是什么，都是这种模特哈，然后身材呀特别好，然后年龄也不大。这些模特呢是他人生中去花钱消费的地方，他真实生活消费的方式而已。那他欺骗的这些女孩呢，可以说就是他的事业的一部分，也就是他的一个 business 的一部分。说 business life is life。 有些女孩也不会想啊，怎么还有这种傻女孩要跟他谈恋爱呀，不一样的。赚钱归赚钱哈，就是找女朋友，这个生活归找女朋友，两码事儿。那这个故事啊，就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一个女孩啊，她这个女孩叫什么呢，叫 Cecily， 在这个 Tinder 上认识了这个男的。然后这个男的呢感觉就特别的有钱哈，然后就觉得哎生活特别的好。然后第一次约会呢，就把她约到一个五星级饭店的楼下，就是意思就是哎我住在这儿，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咱俩见个面呗。然后她就去了，去了之后她就看到这个男的是真实存在的，身上穿的都是这种一身名牌嘛。她第一次这个约会哈，就是 dating 的地方，就是私人飞机上面。然后他就问这个女孩，你明天要不要一起吃个啊 lunch 哈，就在这个私人飞机上面。哇塞，这个女孩像一般老百姓家的姑娘，哪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对不对？满心欢喜的都答应了。她知道这个男的是叫什么，然后做什么的时候呢，她就在网上去谷歌这个男的。那这种东西啊，就是像咱们中国人经历这种杀猪盘，它其实也是一整套一系列有人在后面操控的，就是有团队去做的事情。所以那个网站呢，它也是肯定都是假的哈。在网站上就很轻易的看到这个男的父亲，他就是一个 billionaire， 就是一个超级的富豪哈，卖钻石的。谷歌也谷歌啦，对不对？人也见啦，哎。还有私人飞机，他是真正存在的私人飞机。第二天他就真的跟这个男的在私人飞机上去到了另外一个城市。那在私人飞机上呢，他还遇到了就是这个男说是他的女儿哈，和这个女儿的妈妈，自然而然的就认为这个女的可能是他的前女友哈，他俩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就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人和他有 real life 的这样子的一个男的，就不并不是说啊就是网上看到一个特别有钱的就立马怎么怎么样了哈，他不是这样，他是真实跟这个男人就是相处过的。然后当天晚上他们俩不是就是在另外一个城市不就都睡了吗？完了之后呢，回来之后呢，这个男的就嘘寒问暖哈，他因为他自己打造出来的是一种 businessman， 然后天天是很忙很忙的，不能经常的停留在这一个城市。这个女生在伦敦，完了之后呢，他早安晚安的就发信息跟这个女生问暖呢，在这个言辞中还透露出来啊，你以后就是我孩子妈呀，我以后要和你结婚呢哈。然后没多久呢，就让这个女生说，哎，你愿不愿意和我搬在一起住啊？那女孩一听哇，老开心了。然后这女孩呢就傻了吧唧了，就开始去看房了。月租的 budget 在15000，我想着应该是这个，因为她在英国嘛，是镑嘛还是欧元哈？这个 budget 其实还是非常大的，就对一般人来讲的话，是可以租到一个非常好、非常不错的那种房子哈。所以女孩呢拿着手机啊，到这个去看房啊、录像啊，甚至 FaceTime 啊，跟这个男的看哈，就是说，哎，这招你知道吗？就是超绝，这招呢，他就是抓住了女生的心理。女生在看房的时候，
时候呢，他就会觉得，哎，这一块以后我们俩晚上可以，吃完饭没事看个电影啊，哎，这个厨房不错，我们晚上以后可以做个饭啊什么，就是他把他自己和把以后生活的憧憬就完全融入在里面了，所以他不仅仅是看房，他是一个整个情感的一个体验和升华，这一招真的是超级的绝，所以他就要收网了。在半夜凌晨2点多钟的时候，突然给这个女的发了一个信息，就说他的保镖被袭击了，然后流的血呀什么的，在医院诊治啊，这种照片跟视频。完了之后呢，他就说因为他做这个行业哈，所以有很多人就想害他啊，追杀他，就这种感觉，搞得跟这种英雄传奇人物一样。这种其实一个是女生会很担心，再一个女生会有既崇拜，然后又觉得哇，这是完全不同，跟我不同的一个生活方式，女生自己会脑补很多画面。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说，哎，因为我经历了这些事情啊，现在我的这个钱呢拿不出来，我的信用卡不能用，所以你能不能把你的信用卡给我用一下。你看他也不借钱，他说的是把信用卡给他用一下，然后这个女孩就是比较放心的就把信用卡给他用了，因为他觉得啊，我男朋友现在受到威胁，作为女朋友来讲的话，我应该帮着他，因为我们俩是在真的很认真的去谈这段感情，所以他就把信用卡给他，信用卡信息啊什么都给他了，但信用额度又不够，然后这个男的又说你可以到我们公司里面申请职位，我给你办一个就是假的，等于给他出了一个假的工资证明，然后出了一个工资证明之后呢，再让他拿这个假的工资证明到其他的地方去就是贷款，其实就是高利贷，然后这女孩一下子从头到尾一下去被这个男的骗走了25万，我想应该是英镑吧，真的是一大笔钱啊！这个是只是其中的一个女孩，她是一个惯犯哈，她用这种手段的骗取的这种女生的金额高达10个 million， 就是1000万，我不知道这个里面是美金还是英镑哈，就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额。其中还有两个女孩也是被骗了，第二个女生呢，就是说没有跟她发生任何的这种男女朋友之间的关系，只是把她当成一个就是说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成功人士的这样一个朋友，很信任她，也是被她骗了不少钱。那第三个呢，其实跟第一个更像，也是在开始看房了，你知道吧，之后呢他就发现，因为第一个女孩她发现自己被骗之后呢，她就去找报社把这个事儿给暴露出来了，然后这个女孩呢就是还没有到下一步的时候呢，就已经其实已经被骗了一些就是小份额的钱，但是还没有到就是很大份额的时候呢，这个女孩就发现这个男的这个问题了，然后这个女孩很聪明，然后骗这个男的，当这个男的再问她借钱的时候嘛，她就说现在没有钱，但是呢她说因为这个女孩她自己是在这种奢侈品这种啊行业领域里面工作，所以呢他就说，哎，我可以帮你把你手上不用的这些奢侈品把它卖掉，也能换不少钱，然后这个男的就同意了，女的要打包了3大箱套的这种奢侈品哈，然后回家就把它卖掉了。当然了，这个女孩因为已经知道他是骗子了，卖掉这个钱也没有给他，等于是也挽回了一些自己的金钱的损失。那这个事情啊，其实很多人，我看很多人都说啊，这个东西啊，这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哈。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你当时在那个 moment， 我就在想，第一个那个 Cecilia 去讲整个过程的时候，就是如果是我年轻的时候，虽然说我们那个时候没有那个 Tinder， 但是我那个时候也有网，有类似的网站啊，全都是鱼。跟我一样年纪，之前在北美留学，跟我一样年纪，可能也知道这个网站，反正大同小异，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陷进去，因为他就把这个当成一个 business， 他所有的这个流程设计非常好，非常 smooth， 完全抓住了女性的心理，所以说是你是很难很难逃的。我觉得最关键的这个点在哪里呢？这个点最关键的就是女生对于啊这种社交平台上这种啊优质生活的这种反应，就是当你去看到无论一个男生还是女生去发放这些东西，发放这些照片，分享这些他的生活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是自己会脑补，哎，这个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他应该是个成功的人啊，或者应该是个富二代啊，或者怎么样。男生去发这个哈，其实只有两种可能哈，我自己认为啊，当然排除那些男生他本身就是在这种奢侈品领域工作的这种男生，因为他去发这个，一个是展现他的生活圈，然后再一个对他的工作可能也有好处，咱排除这些人来讲的话，就一般的直男去发这个哈，一个是啊刚赚了一些小钱，就是恐怕世界上没人知道他有
就是赚了多少钱啊，这种人就刚开始赚了一些小钱，就是以前没有体验过这种生活，就是恨不得啊让所有人世界上人都知道我赚了钱哈、啊、这是一种人。那第二种人呢，就是杀猪盘，哎，是没有跑。无论这两种人的哪一种人，你跟他谈朋友或者是你的注意力被他吸引之后，都不会有太好的结果。因为第一种人哈、啊、往往就是属于这种比如说啊，天上掉馅饼，或者是真的特别好的一个机遇。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人他是没有什么内涵的。但凡有一些内涵，但凡心里面有一些东西，脑子里面装一些东西的人，他都不会去干这样的事儿。你跟他在一起交往，你也不会觉得很开心。即使他是真正的啊，就说赚了一些钱的这种啊土老板哈，你也不会觉得很开心。在认知方面，这个认知层次上面会有很大的鸿沟，就也不可能长久下去。第二个呢，那就是杀猪盘，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大家都已经就是知道杀猪盘是干什么了哈。这个真的是要小心再小心。这个主人公这个男的哈，他就是杀猪盘的，等于是高阶。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在现实生活中就把自己包装得特别好，他 real life 的杀猪盘，我觉得这个是最最最恐怖的。后来呢，这个男就被抓了。被抓之后呢，他也就判了15个月，还是因为假护照被判了15个月。是5个月之后呢，就又放出来了。那现在呢，他还是过着非常奢靡的这种生活，还是开豪车呀，什么穿名牌啊，然后泡嫩模哈。所以这个就是他的生活，也捞了这么多钱哈，他多少他都会有一些储备的。之前说什么那个 Diamond 公司那个假网站已经不做了，然后现在又改成了一个叫做商业咨询啊公司啊，继续就是另一种方式来骗钱。所以在网上认识的陌生人一定要倍加小心。那如果你在网上去认识这种啊所谓打造自己非常成功形象这种陌生人，就要更加小心。其实这个纪录片呢，也给很多这种年轻的未婚的女生敲响一个警钟，也不一定未婚了哈。现在这种杀猪盘，有很多已婚的都已经遭受欺骗了。天上不会掉馅儿饼，而且就像我刚才说的哈，但凡一个男人如果要去晒这些东西，他肯定是没有什么东西去值得晒，去值得说了，他才去做这件事儿。要不就是特别 low 的 low 逼，要不就是杀猪盘。我今天想用这个盘是35C， 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颜色真的还是超美的。先用这个粉色打个底，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关于借钱这件事儿哈，就是不仅仅是男朋友借钱，也包括朋友之间的借钱。就像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第二女生哈，他们俩也不是男女朋友，其实就是个朋友关系。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借钱男女通用哈。我认为能不要借给别人钱就不要借给别人钱。我不是说咱们有多小气哈，就是在我的经历范围来看哈，借钱这件事儿是有非常大的潜在的闹掰，跟朋友闹掰的这个可能，就是大家不利己也不利他，包括亲戚朋友，我觉得这个事儿都不是什么好事。如果你借这笔钱，比如借给你的亲戚朋友，你就不指望他还，那你可以去做这件事儿。如果男朋友向你借钱哈，就一定要让他滚。因为我认为一个男生无所谓他是在创业期间还是在，我说的是没结婚的状态，如果你们俩在谈朋友哈，一个男生他起码要知道我们俩还没结婚，不是一家人哈，并不是他的就是我的，他起码要有这个分寸，对吧？然后再一个，如果他在创业期间真的是需要的钱的话，他身边有父母，因为他没结婚的，然后呢他有兄弟朋友哈，怎么也轮不到伸手去向女朋友借钱啊！但凡有这样的人，真的是太 low 太 low 了。我接下来用这个加深一下眼尾。我看网上说，看完这个纪录片之后，很多女认知啊，这个都颠覆了，更不敢交友了，更不敢结婚了啊，更不敢相亲了，谈朋友什么的。这个倒不必，没爆出来的种种的这种弊端还很多，但它并不能阻碍我们对真爱的这种期望。我跟你讲，世间还是有真爱的，好人还是多。然后呢，我觉得我们大家呢也不要去骂这个女孩，就这个 CC 这个傻姑娘哈。这个她当时这个状态真是非常正常的。
他能敢于把这个事情揭发出来，其实就已经帮了很多女生的忙。所以我判断这个人哈，我就觉得他一个是是不是善良的，我觉得他并没有在这个整个过程中有任何不善良的举动，然后再一个他能不能帮到别人，他确实能帮到很多的人。如果不是他，可能第三个女早就被骗了，那就轮不到网上的网友会说啊，第三个女生有多精明多聪明。如果不是 Cecilia， 这个第三个女生一样跟 Cecilia 一样的只会更差不会更好。这个颜色真的太多了，我都不知道选哪一个了，我最后选一个这个看看闪不闪，手直接用手上。哇塞，这个闪片还是蛮闪的，就是 Murphy 家的东西啊。虽然说这一盒好像才30多刀吧，我加币远比这种 drugstore 的现在的产品好多。 drugstore 我觉得以前眼影是不错的，但是近些年越做越恶心，可能是也有对比了吧，以前没有那么多品牌，感觉这个差距是越来越大了，而且价格也真心不便宜。现在 drugstore 的这种眼影的价格一小小盘也得10几刀啊，所以说 Murphy 真的粉质也不错，然后颜色也很多，而且小盘更便宜。我这次买的几个小盘中呢，有的还在打折原价好像才16刀，打折也就11刀左右，所以非常非常的划算。里面的色块这么大哈，现在你在 drugstore 去买11、12刀，买什么欧莱雅露华浓这种眼影，粉质不用没有它的好不说，而且非常非常小一盘。然后用这个颜色画个眼线，色用这个米色来清理一下边缘，顺便把这个边缘晕染一下。现在这种优质女生其实真的不太好找男朋友，就成为一个当今的一个社会现象了。我觉得应该是不仅在国内，在我们身边就是在海外也是这样，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女生，然后单着，但是人家也是啥都已经不缺了。所以这种女生呢，往往就会在这种网上哈去找一些自认为比较优质的男生。那这些男生，就比如说这个里面的这个 Simon 这个主人公，你看他骗的这些人哈，就是他的这个 target 的人，就比如说年龄稍微长一些，就是这种熟龄女生，就是他们对家的这种需要，想赶紧步入婚姻，就是这个欲望就会 更强烈一些，所以他们就抓住这个年龄阶段。你看这个男的，刚才我说他 real life 的女朋友都是超模嫩模哈，就感觉特别年轻漂亮哈，这种花钱的女生。那这种女生呢，她往往就比较务实一些。现在真的是哪里社会上太多这样子的女生了，所以如果你是这种就是在他们这个画像里面的这种女生，真的一定要小心。我现在用的是这个 pink 来打腮红。Anyways， 看完这个纪录片，我总结了几点。第一点就是不要在网上去相信任何炫富的这种陌生男人，即使他是真正富有，你跟这种人交朋友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对吧？就是见到这种人就离他远远的，不要回信息，立马拉黑就连看都不要看他。第二个呢是不要借钱，我刚才已经跟大家分析了我对借钱的这个看法哈。当然如果你老公真的想创业或者什么，你自己手上有金库哈，那我觉得这是另当别论哈。但是其他人包括男女朋友都不要借钱，相信我，不借钱就不会有借钱的麻烦，好吗？不要借别人的钱，记住这两点，我们女生就不会被骗。对，还想跟大家讲，这个纪录片里面他们把这个什么这个护照信息拍给这个男生哈，这点一定要小心。咱们中国人哈，一个是咱们的个人信息，再一个咱们的八字千万不要给任何人。这个是我才买的一个睫毛膏，我还没用过，看看它效果怎么样。这盘里面的第一个来扫一下高光，好亮。 Real Beauty 的散粉来定个妆，用这个颜色来修容看怎么样。可以哈，一盘多用。Milani 的定妆喷雾，嘴唇还没有画，
这个也是 Morphe 的唇线笔，我用这个 Milani 的唇膏，丝芙兰的唇彩，OK， 这就是今天的视频哈，我的妆也画完了。那再次提醒大家，在网上如果遇到这种天天在社交媒体炫富的哈，就立马拉黑，不要跟这种人来往，不要跟这种人过多的去接触。好啦，这就是今天的视频，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